的店里以外，基本上那我来说一些话好了。哦，好啊。最后这一首《晚安晚安》，我一开始排上礼拜排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唱魏如萱的《晚安晚安》，对。然后后来就是在练的途中，突然知道就是外婆家有一只猫，它叫大黄，然后它的生病突然就是很恶化，然后六日就赶快想说赶回去再见它一面这样，但也来不及了。然后我就突然发现，哎，晚安晚安这首歌好适合，就是我唱给大黄听那种感觉。哦，那只猫叫大黄，我知道我刚才讲。所以呢，最后这首歌晚安晚安，我想要献给大黄。OK。还没开始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好，我们。再一次，然后那我顺便讲一下，我还配了主题，我今天穿魏如萱的衣服，好用心哦。而且这件我黑白都有。好，来帮我们再重来一次。是四拍哦。没错。好。现在几点了？你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有多久没有说话了呢？好像听见你在笑，今天有没有吃饱？刚洗完澡，玩完猫，还是已经睡着？好想闻到你味道，看看以前拍的照。现在好不好？有没有少了点烦恼？现在几点了？你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有多久没有说话了呢？好想闻到你味道，今天有没有吃饱？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？有没有少了点烦恼？晚安晚安喽，大家也晚安晚安，谢谢谢谢。
好，谢谢田云还有酷比带来的演出。那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我开玩笑的，现在才第二组，我们总共有六组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三组呢是我们的左勋、右勋、右勋、左勋、左勋。